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 You 嘅 channel。对多伦多楼盘有兴趣嘅朋友们，欢迎留意我哋，以后会陆续介绍更加多俾大家。今次我哋介绍嘅系位于 Richmond Hill 只系一年楼龄嘅 townhouse， 详细地点位置可以联络我哋查询更多。咁呢个 location 附近咧就有一个好出名嘅大型社区中心同公园 ，Richmond Green Sports Centre and Park。见到张地图就会知佢入边有好多设施 ，townhouse 附近环境都相当适合一家大社居住。有兴趣嘅话，其实可以上去佢个网站睇下入边有咩设施提供噶。再嚟讲佢嘅交通位置都相当方便，只需要驾驶五分钟嘅距离就可以上到4.4公里，上落北面、南面多伦多都可以，而揸10分钟嘅车程就可以去到 Markham。而家我哋就去睇下 townhouse 室内环境啦。咁你一直睇落去都会见到呢间 house 相当光猛，阳光充足，感觉都好舒适。首先一楼地下嗰层门口会见到两个衣柜，一大一细，有足够嘅储物空间。入到去嘅时候就会见到一个小客厅。会有通往车房的门和洗衣房。跟住我哋再上二楼睇下啦。首先上到嚟就会见到一个开放式厨房，然后行入去就是客厅的位置，而厨房的对面就是饭厅。呢度胜在光猛，白色的墙身和浅木色的地板令到空间感十足。整间屋都沿用了木加白色的硬装修，增加了间屋的舒适感。厨房是业主特登重新装修过的，有一个很长很阔落的工作平台，还做了吧台，可以在上面简单吃个饭。有一个透明的展示柜，型格的吊灯，还有一个石台面，设计上都花了很多心思的。然后就上去三楼参观一下啲睡房啦。呢间 house 有三个房，有其中一间会有套厕。一上到去右手边就会见到第一个厕所，将会系俾套房其余嗰两间房共用嘅厕所。同样都系三楼，依然都系咁光猛。呢间房仲有个小露台添，仲有嘅系呢间 house 嘅 location， 仲有一个特别之处噶，就系佢校区真系好唔错，例如有 Richmond Rose Public School、Richmond Hill High School 等等嘅学校，家长不妨考虑下。今次介绍嘅 house 好适合第一次置业嘅家庭噶。如果有更加多疑惑嘅话，可以联络我哋获取更加多嘅资讯。多谢大家睇到呢度，今日介绍就完毕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